Thank you.
他这个厉害，他那个厚道没有多少，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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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厚道没有多少，
现在五点二十，结束的五点钟。现在九岁呢，又不像你啥时候呢？啥时候练？再走一个。他平时了，你去抢老姜，捡老姜是啥了？捡老姜了，你是不是那边？平时捡的位置多好。方向去老姜。什么？正常情况下都是这么超市，一超市我们上三个下。人家小孩要讲完了。现在不是到处要沟通了，就是工业用的。曲线就转。收不住了，收不住了。我们谁敢说是走？嗯。等去，那起码没有等去。还有观众没了？没有了，你这边怎么？给你拿多少？我大头这个下去的。不，我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你写多少？走吧。老来，不能好啊！马上就是
杀我了，那他家那你杀了他改枪了。干啥打我嘞？我他妈手机扔了。
这鸡巴从白白老鼠开始，后面有量，有可能行吧？哦，丢了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咋的呀？打了，他等你想了的。援兵一拆，你想了的，就脱了，他管你，让你出来聊着的。他这兵跑不了，他走你光崩一枪还是错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能害怕了。我不能让他换我一枪吧，也是。但我这个兵不让他吃了，我真的死过了。不让他吃了。那就讲到这儿。好，这有游戏吧？啊？再讲，不一定，对吧？这是高翔，高翔那个地下进攻来啥来？啊，在外头了。也不是在拍过来高翔吗？还记得？啊，跳进是。这东边有，马上都拍过来了，你看跳进是。跳进是多少分的？香港脚老马看老头过不去，一会儿都回去了。跳进香脚是干嘛来的？直接呗。老头这咋是走过？一听都没事的。马啊，一听那马随便一走都不管他，就把他们把兵倒了，他家头都马兵过不去了已经。这不随便走，兵过不走了是吧？啊，你走马崩你家把你吃了，这死客气了。你刚才。有山东马在这儿，还不中。你那马还是没吃。那有一将，把都倒了，把兵都倒了。从老家走，老家走先去的。那兵过不去。就小兵。我也帮你一下，我一派兵，你换我一下，我就围着车兵下不了，不能敲着。兵过不了。